谢谢。那因为我们有三件旧品，所以景丽层层戒备的开箱仪式究竟是何等贵重？在所有贵宾与媒体抢先目睹展品风采后，布展人员小心装箱，移至展厅。这个展览的话，经历了七年的一个策划时间，跨越了 COVID-19 的一个疫情啊。这个展览的话，基本上谈了蛮久。这是由故宫博物院、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以及梵克雅宝共同举办的大美不言典藏精粹特展，涵盖陶瓷、玉石、家饰、服饰、雕塑、珠宝与钟表等等，总数超过260件瑰宝，呈现跨越时空、领域、国界精美复杂的工艺与艺术创新。We offer the visitor an aesthetic experience that transcends the boundaries of time and space. 这次三方最具代表性也呈现在主视觉上的展件，分别是故宫的洋彩玲珑转旋瓶、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的布洛瓦带盖长颈壶，以及梵克雅宝的经典项链 Zip。 洋彩玲珑转旋瓶器身结构精巧，布洛瓦带盖长颈壶结合多位艺术名家共同制作。Zip 的项链流苏拉链可以变成手环，镶上祖母绿宝石与钻石，充满魅力。那这三个作品的话，都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就是具有非常的创意巧思，然后将精湛的工艺跟整个它的文物采样跟颜色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展期自2024年9月26日至12月29日在台北，2025年1月23日至4月20日移至嘉义展出。这场结合东西方、古典与现代、艺术与时尚的特展，民众可以一起感受罕见的艺术作品典雅之处。人间新闻陈信宋一珍台北采访报道。